牛肉千万种，怎么挑选好的那种？牛肉切粒大小有什么讲究？煎牛肉的火候和时间又要怎么把握呢？事不宜迟，精彩内容马上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子毅。作为一个爱吃肉的食肉兽呢，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大口大口的吃鲜嫩的牛肉了。那说到我最喜欢的牛肉品种，当然就是雪花牛肉。入口即化的口感呢，可以说是比一般的牛肉更加的香醇，也更加的松软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请到了黄元蒋师傅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黄师傅今天呢，要用雪花牛肉为我们演绎一道小炒。那么这一道菜的主要食材呢，就有雪花牛肉、独子蒜片、黑椒粒、彩椒、洋葱、白玉菇，还有蟹尾菇。那黄师傅啊，我们第一步要怎么做呢？我先把那牛肉切了先。那我知道切牛肉的时候呢，尺寸也是非常关键的哈。那么我们怎么把握好尺寸呢？尺寸呢，就把那个牛肉切每一粒都均匀，所以呢，炒起来呢容易呢把控的火候，它的熟度。那黄师傅啊，我们在买这个雪花牛肉的时候，怎么分辨好的雪花牛肉呢？我们呢就选择是我们中国最好的牛肉，雪龙的雪花牛肉。雪花牛肉呢，看到它雪花很均匀，肥瘦呢很均匀的，吃起来呢口感特别的好。其实呢，现在呢在超市里面呢，那牛肉品种也很多，看到它的纹路，那雪花好的，你买呢就也不会错了。切彩椒呢，我们呢就是跟那牛肉的尺寸的就是要搭配均匀就好看，反正要卖相。彩椒彩椒嘛，牛肉有肉的颜色，然后彩椒呢几种颜色在里面，一个炒起来呢又好吃又要好看，卖相又要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呢，牛肉跟洋葱是特别的搭配。洋葱的性质呢，它就爽甜。嗯，雪花牛肉脂肪比较丰富的，搭上洋葱就会没那么油腻，这个就搭配的更好。对，肉呢是非常干香，然后配上这个清爽的洋葱，可以说是最佳搭配了，是吧？对。那我们平时在买这个菇的时候，无论是白玉菇还是蟹尾菇的时候，要怎么去选新鲜的菇呢？菇呢，第一感觉要看的新鲜，然后呢可以用手轻轻摸一下它，它是很干爽的，对，没有水分。如果不新鲜的菇呢，一摸呢就黏黏的。我们炒的菜呢要讲究的卖相，所以呢我们选择的就是菇顶，就是菇那最嫩的部分。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就要包这个蒜片，是吧？对，蒜片用刀来切呢，把握后啊不是很容易把握得好，然后我们用这个刨子来刨它，每一片呢都特别的均匀的。那我们第二步呢就炸蒜片，炸蒜片呢那油温够了，然后呢我们再倒蒜片啊，如果油温不够呢，炸了蒜片出来就不脆了。那么所以油温要怎么控制呢？就按照我们呢就平时间已经有多年经验了，就油温了，然后我们呢就用手感觉一下油温，已经感觉到了，你都感觉到有点热气了。如果你在家里呢经验呢比较少的，然后你可以用温度计，保持在160度左右就可以炸。那为什么要炸了它才能去炒呢？就是如果不炸的话跟炸的话其实有什么区别呢？这区别就很大了。炸的蒜片呢出起来呢脆香，就蒜味不是很大的蒜味，如果不炸的呢就很大的蒜味，就有口气了，不是很好。差不多了哈，不要等到它再很黄再倒出来，倒出来呢就会有苦味了。